从这个洞出来啊，哎，又到了这个中心的一些区域了。这面就是这个著名的小建筑，昨天我在这儿徘徊过一次啊。身后就是这个大狮子这个地方。关键找这旅游吧，没人给照相，是一个非常惨的一件事情。自己旅行太惨了，就是没人照相。河还是不错的。我得找个人帮我照相，就在这个位置，让谁照呢？